定你的视角吧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右上角哪里有啊？什么意思？很久很久以前，有一个男孩，他一个雪人。可是现在，哎，我要当雪人。全军出击！哎。不对啊，嗯，我拉了一下视角，但这个拉视角怎么是反向的？我们队友好像在搞事，坏了，怎么这么搞呀？100%胜率，这亚索是什么意思啊？我们没有辅助啊，感觉出问题了。这个只要我队友不挂机就行，好吧？就这么点要求。我们不想伤害你。我去装不下路看看，这女坦插眼了都。来了，兄弟，上！一起冒险的同伴们，不要怕！哎，坏了。算了算了算了，没有办法。我觉得去那里会很有意思。威朗普，狠狠的抓！我这边抓的比较早，因为我们没有辅助，这个就很烦。明明给他一个辅助位，他不选辅助。抓波下，抓波下，再来一波。好，漂亮 ，nice。哎，可以。哟，我操，我放歪了。没事，我有吸血的，吸一口血。nice， 烫死了。耶、yeah, ，舒服，这个爽，节奏带的不错。硬硬抓，硬来。你如果说这种局还是人机呢，我没话说了。对面下路这个处理还不够好吗？他们的防干克很到位的呀，这还人机啊？你看这个很难拉得上去，我操，太难受了。我操，来人了！你调皮，你调皮，来，击飞我！有，咬死你！我操，完了，完了！这招型有闪，雪人就这点不好，他这个大招啊，就这点不好。在我不知道对手有没有闪现的情况下，我也没办法。取消又太亏，不取消又怕他跑出去。直接就搞起来，直接就搞起来，不会来人吧？来人，我心态崩了，这他妈的太那个了吧！哎，龙拿了，这他妈这有眼啊！你我不信啊，我真不信。而且一来来这么多人，我不信的。雪球可不仅仅是雪球，
有问题，我觉得是有问题。刚刷你知道吗？不可能有眼，他们都回去了，有问题。行，没事，没事。我是老师傅，这种情况还是来了。请求集合。来追，继续追，没事。漂亮！耶，皮啊，不皮了，你们不是皮吗？那啊，搞一手跟队吗？哦，支援是快的啊，来一来就是这么多，啊，太假了，太假了，没关系，这个游戏你们这样玩是不对的啊，没事，你们抓，你们搞啊。如果这种支援都能赢的话，那你们个个都是王者。抱走了，对呀，听你爸说的。来，我看看你们有多牛皮，你们意识是有多好，王者意识，我看看有没有王者意识。邪恶的人，当心啊！有没有王者意识？哎，好，王者意识果然来。王者意识，王者意识，是吧？王者意识，对，王者意识，果然王者意识，瞬间就感到了。我有没有开延迟？我看一下。很烦。放个扫描，有人需要我们的帮助。换条路，惹了雪人，小豪找你麻烦。威朗普知道什么了？他知道的事情可多了。我看到赵信了。我操，九级！给他大招来，兄弟！对了，调职来交闪现，来王者意识，王者意识，王者意识有没有？王者意识也不行，有没有用？我问你，王者意识有没有用？你回答我。好，来人了，找到了，把他杀了。啊，不亏，分头走，分头走，我把他控住了，快跑！我给他个神剑，完美。有用吗？没用，资源是没有用的。我走了，不会被单杀吧？上路开峡谷了。耶，兄弟。我们上塔掉了，来骗个大招，不亏不亏，我走了。威朗普知道怎么走，他知道的事情可多了。耶，调职，调职打这边。对了，就杀他诺手，就杀他诺手。对了，就杀他诺手。非常好，配合的不错。来来来，这个叫什么？来，不死心。人呢？我操，这在搞什么啊？
问题，这个结有问题。红 buff， 红 buff， 红 buff， 来来来来来，弄对，来调皮，来调皮，一起，来一起嘛，一起下去嘛，哎无所谓的，哎一起下，来听说你王者意识啊，开大招，我炸死你，好，我先溜了，定住他，我能吸血，你凭什么杀我？来王者意识，啊王者意识。感觉自己很强，13-18，可以的。扫一波，上路不抓了。来，我去打龙了，来嘛，你们来龙嘛，控龙嘛，我去打龙了，来一波团。请求集合，请求集合，请求集合，知道怎么走，他知道的事情可多了。哎呦我操，坏了，就在守着，哎就在这守着，同时就在这守着，你往哪儿跑，别动别动，炸死你，雪球滚起来，好、啊，不不去不去不去，哎对了，来来亚索帮忙，我操人呢，扛顶不住了，不得不说我们亚索这个不管事，龙没了，对面阵容有点好，不过他们没有 AP 输出哈，打到后面的话打不动我和盖伦，洗澡不错、啊、我们可以大龙，有了，真有了，真有了，真有了，兄弟们！啊，这瓜皮交给我来了，啊，这瓜皮跑不了了，这瓜皮跑不了了，你跑啊，你叫闪，叫闪就行了，叫闪就行了，啊，叫闪就行了，叫闪就行了，叫闪，叫闪，叫闪，啊，对了，来，大龙，能来吗？我在路上，冒充高手这个人。别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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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怎么能打呢，溜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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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点顶不住，这个红这个红，他们辅助来了，进来，我操，被秒了，尴尬！完了，我走了。可以，走了，我走了。怎么感觉我不是很肉啊？来了，抓不上，很好，交给我。别贪，都是我看见的，漂亮，盖伦打得不错，去大龙吧，我在路上，来这边有人，你死不死，你死不死，有换了我们一个，你往哪儿跑啊兄弟，就是控他 AD，
定住别动。AD 啊，杀 AD 啊，大哥，你行不行啊？你能不能杀 AD 啊，大哥？这个亚索他盯着女坦一直在打啊，小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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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在路上，要不我们直接大龙也行。我在路上，你挡路，雪人来啦。哎，很贱，他死了，他死了，火晕子，火晕，我操，把我划开了，我受不了了。洗澡，打不动我，我很肉，我很肉，吸口血，血球滚起来，我很肉，交个闪现。他们还有几个？还有两个。完了，要被一波了。要被一波了。行，没推掉。小龙，请求集合。威狼虎知道怎么走，他知道的事情可多了。大龙，大龙，大龙，快！请求集合，我在路上。快来，快来，快来！我在路上。我被发现了。雪球可不仅仅是雪球哦，只要你相信我。哎，我被发现了。后面有人哦，打我没事，我够肉，我够肉，打我没事，随便打。计划二换二，好，他死了，跑不了。大龙还是想吃，你怎么想起来打我的呢？我都搞不懂啊，兄弟啊，你是怎么想的？你怎么想的呢？冒充高手，但并不是高手。两千块，回家，回家，回家。快走，还是得想办法把这个大龙给拿了。这里有人的，哼哼，控制住别动，咬一口，太捞了，大龙没了。哎，不过来吗？我操，我很肉，你别打女坦，大哥，行吧，我走了，我跟你没法配合，兄弟，我们两个打不过，我先溜了。发起攻击，别投，还有机会，我们死了，全死了，没了，就我一个，勾引，我带勾引。
溜了溜了，诺瓦路排进去了。你们慢慢冒充高手去吧，啊，拜拜。